或者干嘛？哎呀，今天东一个服务员差点没把我气死。又怎么了？他跟我说，他说，哎，我们这里是贵宾通道，不能放机器的。我放了个机器在下排口。我说啊，那我放哪儿去啊？我说要不你把凳子往里挪一点。他说不行，我要坐的。我还第一次听说服务员说我要坐的。